我们很开心去跟你们组团，真的吗？他觉得很认真的啊，是吗？嗯。OK 吗 ？OK 吧 ，OK 吧，是很正常吧，对不对？那我就用妈妈的手机来讲。然后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来，你的手机借我一下，两只手，对，你就当它要切好不好吃？好吃。那就这样子。然后我想请问一下大家，我这个东西放在这里面，你要怎么拿出来？拿出来。没什么。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，大家就见惯了。还有没有办法？不可以剪断绳子啊！我可以剪这个办法，那还有第三个呢？你把它变不见？我是直接拿出来。那当然不是太多范围啊，对，你要看仔细啊，睁大眼珠啊。然后我这次还是要发功，或者是真的要发功。好，看仔细啊，小心啊，放轻松，要不然手会被我扯断。今天状况不是很好，没关系，但是我还喜欢有点挑战性的，好不好？那我就随便打个结，来，你借我一下，再打个结，但是不是很乱，这个时候我就掉下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是特异功能。